公元1770年，清乾隆35年，紫禁城在一派欢乐祥和的气氛中，迎来了乾隆皇帝的60寿辰。被这种气氛所感染，乾隆特意下旨免除了许多地方的赋税，以示普天同庆的恩惠。然而不久之后，东南沿海发生的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却使乾隆如坐针毡。在帝国的粮仓浙江，从巡抚到都统到台，凡是有资格上书的官员纷纷发来告急文书。台风袭来，海棠坍塌，吞没房屋和良田无数，仅萧山一线就死亡10000多人。实际上这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在故宫博物院至今还珍藏着5000多份保存完好的奏折，内容都是清朝几代皇帝与浙江官员往来通报钱江潮灾和海棠修护工程的文件。一道道奏折仿佛带着千里之外的钱江潮声，一次次叩响着紫禁城的大门，成为历代帝王挥之不去的心头大患。对于居住在钱塘江口的人们来说，钱江潮带来的灾难并不是遥远的历史记忆。2002年9月8日，台风森拉克掀起4层楼高的钱江潮，让正在拍摄潮水的摄影记者王新克险些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当时是这样，就是这个潮水像海啸一样的下来，下来以后这个房顶上那个瓦片都冲掉，冲掉以后我逃到后面以后，到最后这个潮水一过以后，我出来本来这里停的很多汽车的车都没了，车都没了，我走出去一看才发现所有的这个车全部把它弄到那边山脚下去。哦，当时就感觉到这个潮水是太厉害了，所以后来在跑到外面去以后才发现很多人都被压在车底下。为什么？当时潮水过来以后，很多人觉得这辆汽车很安全，躲在那个车后面，但这个车潮水一来，这个车像船一样浮起来，全部冲掉了，冲掉以后等到水下去以后刚刚压在车底下。今天借助电视镜头，我们可以领略钱江潮撼人心魄的威力。高达9米的潮头呼啸而来，瞬间的推动力每平方米达7至10吨，数吨重的汽车一个潮头过来就能轻而易举地将它推入滚滚洪流之中。钱江潮摧枯拉朽般的推动力曾经让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震惊不已。1855年，美国传教士丁伟良来到杭州，50年后他在写作《中国觉醒》一书时描述了他念念不忘的一幕场景：一头深海中的巨鲸被潮水送到了杭州城外，足足有100英尺长。千百年来狂放不羁的钱江潮带给河口两岸的是难以抹去的伤痛。根据文献记载，从唐朝一直到1949年，大概1100年左右，发生过重大的潮灾有230次，平均的话5年一次。那么这个潮灾是这样的，一方面呢，它冲垮了田舍房屋，那么堵塞了内河，还有呢，就是说它这是咸水，咸水呢一旦的那个土地被咸水浸泡以后啊，非要4-5年清洗以后才能继续耕种。吃人的潮水留下了一句惨痛的民谚：火烧一半，滩江全完。面对滚滚而来的滔天巨浪，钱江两岸的人们曾演绎出怎样的历史传奇呢？今年73岁的韩曾粹已经同钱塘江打了半个世纪的交道，尽管早已到了退休年龄，他却无暇像同龄人那样享受天伦之乐。作为国宝级的专家，钱塘江的治理仍然离不了他。1958年，风华正茂的韩曾粹从清华大学水利系毕业，
被分配到浙江省水利厅。韩曾粹回忆说，那时候最流行的一句口号是消灭涌潮，这个颇有鼓动力的口号曾经让年轻的韩曾粹激情澎湃。但是激情过后，一个实实在在的难题摆在了他的面前。潮汐的话呢，它是这个变动的，就是很快很快在变化，就是这个要上这个，特别是涌潮，它这个变化更快，所以这个要将一步一步的把它的上出来。我跟另外一个同志一起，两个人上了两个月，但是现在呢，有计算机了，科学技术进步了，这真正的运算时间呢，只要几秒钟就过去了。就这样，在认识钱江潮的探索中，韩曾粹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这次漫长的运算也使他第一次理解了前人在探索钱江潮的过程中必然经历的种种艰辛。2000年9月，电视媒体第一次对钱江潮的盛况进行了直播，一线潮、交叉潮、回头潮，很多人正是通过电视直播第一次领略到狂暴的钱江潮，原来还富有如此奇妙的变化。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古往今来的文人眼中，钱江潮一直呈现出别样的风情。在《全唐诗》收录的2200多名诗人中，就有300多位诗人不远千里亲临钱塘江观潮赋诗，钱江潮由此被誉为唐诗之源。在不同人的心目中能生发出截然不同的感受，或许这就是钱江潮的魅力所在。如果论起对钱江潮的着迷程度，恐怕无人能与王新克相比了。经历了2002年的那次劫难，王新克却不离不弃，并对钱塘江产生了另外一层兴趣，开始关注起抵御潮涌的钱江海棠来。秀丽的西湖边，王新克不时地按动相机的快门，不过此时吸引他的并不是眼前的景色，王新克试图寻找的是杭州城最古老的一道海棠。1900多年前的东汉时期，西湖还是一个海湾，它的东面便是浩瀚的大海，潮水经常泛滥，田地受淹，房屋被冲，百姓们非常渴望修筑一条大堤，以防潮水侵犯。据《水经注》记载，会稽郡的官员化信发动百姓挑土筑堤，这条大堤建成之时，西湖就和大海永远地分开。这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条抵御海潮的大塘，由此拉开了修筑海塘防治潮灾的历史大幕。自东汉到唐代，钱塘江两岸筑起的海塘都是土办法修筑的土塘，这样的土塘经不起水流的冲刷，更不用说威力惊人的涌潮了。直到数百年后，一个雄踞一方的国王的出现，这种局面才得以改变。五代十国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但是此时位于东南的吴越国，在国王钱镠保境安民政策的治理下，独享着一份安宁和繁荣。虽然没有战争的侵扰，但是连年不断的潮灾却给这个小方国带来了莫大的威胁。钱王联想到此地最为盛行的一个传说，春秋战国时期呢，长期的你争我伐，那么后来的这个吴国呢把越国打败了，那么结果勾践呢到了吴国去作为俘虏了。就当时的吴国的一个大臣叫伍子胥，他就劝吴王夫差，干脆你把那个勾践杀了才可以灭绝后患。结果呢，那个吴王夫差呢，在那个什么贿赂之下，在美女的攻击之下，
反对这个做法，而且把伍子胥本人给杀了。结果呢，伍子胥杀了以后呢，传说他死了之前就讲要把他的眼睛挖下来吊在城门上，他就要看一看越国怎么样打败吴国的，然后呢把他的尸体呢就抛到了江里面。在愤怒之下呢，他每天两次就来兴风作浪，来表达他的愤慨之情。难道是自己缺少对朝臣伍子胥的敬奉吗？于是前往专门备下丰盛的供奉之物，为伍子胥举行了盛大的祭祀仪式。但是涌潮依然连绵不绝，盛怒之下，前王决心向朝臣伍子胥发起挑战。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钱镠呢就精选了500个彪悍精悍的士兵，准备了3000支箭。那么他站在指挥台上，就在8月18朝臣生日那一天，他就是500支箭齐发，一共发了5个草，所以射出了3000支箭。射完以后，曹果然就朝南移了。这一幕在今天的人们看来似乎更像是一出戏剧，但是在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下，的确真实地发生过。前王的曾孙钱惟寅在一篇射朝记中将这个过程详细地记录了下来。不过对于前王来说，在主动出击之外，坚固的防守同样是必不可少的。公元910年，前王调动10万大军，开始大规模修筑钱塘江瀚海石塘。通过古籍文献的描述，人们知道这是一种竹笼石塘，其修筑的方法是先编扎好一个个数丈长的竹笼，然后用石头填实，再层层垒砌。一代代能工巧匠，你方唱罢我登场，不断积累着筑塘的经验。到了明代的时候，终于出现了筑塘技术的集大成之作。明嘉靖21年，一位年轻的官员一路风尘来到浙江任职，他就是日后作为刑部尚书，在扳倒权臣严嵩父子的争斗中发挥了至关重要作用的黄光升。不过那时的黄光升还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新科进士，而他登上历史舞台的第一次亮相就是在海盐完成的。黄光升刚到任上，钱江海塘就发生了坍塌，于是他总结前人筑塘的经验教训，精心研究塘基处理和调石垒砌方法，在海盐筑起了5纵5横的鱼鳞石塘。为什么叫鱼鳞？就是因为这个石头呢，这是一层一层，每一层是收进来一点，再一层又收进来一点，再一层收进来一点，这一层层上来都每一层收个2-3寸的这个东西，那远看去就像鱼鳞一样。这样的话，整个这些石头就成了一个整体，就这个潮水打上来打不动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随之产生，这种石塘的造价极高，这给囊中羞涩的黄光升出了个难题。他手里没钱，后来呢是靠什么呢？有几个剑生啊，剑生就是郭子坚的学生了，不需要放了什么罚，罚了他们5个人，罚了他们出银两，就修了那么5丈山，1丈呢是300两银子。由于费用不足，黄光升的鱼鳞石塘只修筑了5丈，然而没有人想到，正是这短短的5丈，却被后世树立起了一个标杆，被后人称为样塘，一直影响着明清两代的海塘修筑。上世纪70年代的一个重大发现，便印证了这个样板工程的神奇。1972年，在秦山核电站施工现场，人们从水下挖出了大量粗壮的木桩，经考古人员证实，
这是清代修建海棠时打下的桩基。后来有人将这些木桩拉回家，用来做起了门窗。历经100多年的海水浸泡，仍然能用作门窗。当时的工程之坚固，用料之讲究，令人惊叹。然而，在古代的生产力条件下，不管修筑的工程如何牢固，与自然的力量相比，仍然显得柔弱不堪。于是，人们一面在加紧修着海棠，另一面又不惜耗费重金去供奉海神。对于海神的敬畏，到了清代雍正年间，终于被推到了一个顶峰。在海宁的盐官镇，有一座气势不凡的庙宇，宏伟的建筑形制使它看上去更像一座宫殿。事实上，位于中轴线上的正殿，正是依照故宫太和殿的样式建成的。庙前是一对汉白玉的石狮子，殿前廊柱、台阶和栏杆全都用汉白玉精雕而成，一切尽显皇家气派。因为在清代，汉白玉为皇家专用建材，只有在皇宫皇陵中才能使用。这座庙宇就是雍正七年由雍正皇帝亲自下令动用10万两白银建造的海神庙。但是那个喜怒无常的海神对如此高规格的待遇似乎并不领情。整个清代钱塘江发生了51次潮灾，最大的一次潮灾吞噬的良田就达上百万亩。尽管不与海争地的观念在2000年间一直左右着人们，然而偏偏就是这个海潮肆虐的地方，却成为历朝历代最重要的粮仓。这个平原呢，历朝历代都是天下粮仓。那么从唐朝开始，它就占了全国的一半。那么到清朝的时候，全国一共400万担漕粮，它就占45.2%。当这个粮仓成为王朝命脉所系的时候，来自钱塘江海棠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不可能不牵动帝王们的神经。乾隆16年3月初3，乘着和暖的春风，乾隆皇帝来到了江南。在他60年的统治时期，曾经6下江南。许多人认为乾隆的江南之行无非游山玩水、寻花问柳，却很少有人知道乾隆6下江南主要是为了钱塘江治理。盐官镇的陈园是一座三朝宰相家的私人花园，乾隆6下江南有4次是住在这里。这个小园子原来叫鱼园，后来请乾隆题字，乾隆随即写下安澜园3个字。从中不难看出，乾隆时时挂念的仍然是防范永朝。在几次巡视中，乾隆特意立下规矩，钱塘江治理的情况要每月上报一次，测绘图每2月上报一次。有个奏折说是这个有过一次惊险啊，后来呢就是惊是惊了一下，倒没出险，这是老天保佑哦，或者海神保佑。结果这乾隆皇帝就在个奏折里边的批了一句，说这是靠人力的，不光是靠神佑的哈，这是靠我们做了工作了啊。据不完全统计，清代的260多年中，朝廷用于修筑钱塘江海棠的银两在2600万两以上，平均每年10多万两，最多是一年达40-50万两，难怪有钱塘钱塘以钱铸塘的说法。对此，韩曾粹深有感触。1992年，韩曾粹担任钱塘江管理局局长，当时最让他头疼的还是一个钱字，为此他开始四处奔波。当时水利厅的一个有一个
厅长，老厅长，你说老韩，这个你去反映，向省里反映，向中央反映，你是人大代表，你去叫，叫一百声，只要有一声能成功，你这件事情就成了。上上下下的一致呼吁，很快就引起了国家领导人的重视。省里马上就打报告给中央，中央这一起打包，省里大概报了十来个项目，啊，有飞机场的建设，有高速公路的建设，有这个海钱大江海堤的建设，还有什么什么工厂的建设。就中央最后听了以后，觉得其他的东西，那中央没有办法。但是钱大江这种事情，事关着这么多人的两岸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就是这个事情觉得是重要，所以朱镕基答应了，就是这件事情，中央要支持。变幻莫测的钱江潮冲击的不只是两岸的堤防，还有人们的观念。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消灭涌潮的想法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直到80年代初的一天，一次偶然的会面，让韩曾粹固有的观念开始产生动摇。美国楼军功成兵谈的一批人，他们到我们这儿来跟我们交流，我们谈到了对涌潮的，由于破坏力很大，所以我们呢觉得要削减涌潮，消灭涌潮。他们听了以后嘛，就觉得跟我们商量商榷啊，就觉得这个观念不一定对，因为我们现在的科学技术有条件可以建造更牢固的海塘，底下打板桩，上面做钢筋混凝土的结构，是吧？这样的话，让涌潮即使再大，这个我都能够挡得住。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做到既保持涌潮的这个珍贵的自然景观，又保护了人民的安全。搞了大半辈子钱塘江治理，现在却在遭受别人的质疑，韩曾粹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不久之后，韩曾粹切身感受到了来自高层的变化。当时杭州湾跨海大桥工程即将上马，需要报国务院批准。对于钱塘江治理工程一向鼎力支持的朱镕基，此时却不像以前那样爽快地落笔批复，而是提出了一个问题。建桥指挥部就专门跑得来找我们，就是说在这个大桥的审查的，国务院审查的这个的时候，朱镕基有两点批示，就是如果建杭州湾大桥，绝对不能对钱塘江的涌潮有所影响。此后，既要降低涌潮的危害，又不至于过度削减潮量，成为钱塘江治理的主题。最终，全线收窄，避免江道的大幅摆动，成为钱塘江治理的确定方案。为了这个答案，人们在探索之路上已经跋涉了2000年。1997年8月21日，一场天文大潮和超强台风席卷而来，钱江海塘遭遇20年不遇的重大危机。深夜，正在紧急待命的韩曾粹立刻赶往现场。大潮跟台风碰头，对吧？再就是大雨，又有很大的雨，而且又有风浪，所以大潮碰大的风浪，又碰到强台风，又有大雨，所以这样的话是三碰头。我们就估计这是很严重，全省从温州一直到这个北边这个宁波，全省200万人临时转移撤退。虽然有惊无险，却给人们敲响了警钟。风暴潮过去之后，浙江省政府下决心要建设高标准的海塘，就是砸锅卖铁也要建好海塘。1998年，作为标准塘建设的总设计师，韩曾粹参与了整个海塘的规划设计和施工。历时5年，一道能抵御百年一遇的风暴潮和12级台风入侵的标准海塘，像一道长城绵延在钱江两岸。在海宁的海神庙中，曾经作为冤家对头的钱王和潮神伍子胥，
被后人供奉在了同一座大殿之中，其中的含义耐人寻味。1916年9月15日，农历8月18观潮节，孙中山来到海宁的钱江岸边，当看到潮涌以雷霆万钧之势咆哮而来时，他顿生感慨，即兴留下“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的名言。人对待历史的态度是如此，人与自然的关系又何尝不是如此呢？